那么多平台老出事，但战旗就虽然不是是不是人家那种大平，就是最大的平台什么的，但是战旗稳如泰山，很简单，战旗是国旗。乐不思蜀，乐不思蜀，借刀杀人，雷杀，有哪个敢挑战我？三个旗上也不是我的对手。巨象，很精彩，非常精彩。说实话，反正就从主播的角度来讲，战旗真的是最最好的平台。200多个直播平台，只有战旗一个不欠薪。情义上，各自飘零，不复见。就这么一个。只要我开心就好，哪管这天下洪水滔天。只有战旗一个什么？只有战旗一个不欠薪，真的，真不欠薪。天之下，没有洒家办不到的事。南蛮入侵，这招我记下。大王，看我的！
只要我南蛮入侵，南蛮入侵，南蛮入侵，南蛮入侵。